主料，鳕鱼片两片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面粉，面包糠，盐，胡椒粉，鸡精，葱，姜，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鳕鱼片用葱、姜、盐、胡椒粉、料酒腌制20分钟，先沾一层面粉，再沾鸡蛋片，最后沾面包糖，下温油中炸至金黄色。 OK， 烹饪技巧，鳕鱼为原料，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和酶工程技术提取的小分子肽，富含可溶性钙，具有极高的生物安全性，即已被人体吸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